加州林火蔓延，慈济志工救灾的脚步也如火如荼在进行。纽约地区慈济志工邀约社区华人领袖分享慈济救灾的模式与方法。第二线能够做的就是，当有灾民一出来的时候，他需要的就是三个东西：第一个，一个拥抱，温暖的问候；第二个，问他现在正需要些什么。从立场到政府与民间单位合作的方式一一说明白，也介绍环保回收所做出来的赈灾用品。围上我们的毛巾，这个围巾，你们摸摸看，它的感质感怎么样？很柔软，对不对？上人的这个智慧，以科技能够来接受，用科技的方法来研发出这么多的产品，我自己个人真的很感动。以爱为出发，需要更多人来加入，一同扶贫灾难带来的伤害。台湾新闻邱品豪。